大家晚上好啊！我带着数据走来了。从我5月10号开摆至昨天6月11号截止，共用时32天，共开摊31天，共招待客人2560人。营收情况大概是这样子，也就是说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加上27000块钱，购买了一辆车车以及一车的煎饼设备，再加上一个月的摆摊经验，还有满格的店呀。啊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是这个图，我也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小姐姐愿意排我的队买我的煎饼，还给我亲给我抱，给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，还送了我好多礼物。我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小姐姐愿意来帮助我。相比我以前在网上卖弄风骚还要被骂的日子，现在的日子